咱泉州真早就有人过台湾，将这种风气带到啊台湾去顶。当然咯、渔船过漂流过海过去台湾呢，大部分都计是贪无食爱，用艰苦干，还有就是农民咯。啊，跩人过去了，就将是伊作息，又跩技术咯。啊，计大大去迄个所在，啊，有一个青壮年呢，踮伫迄底啊，做事了后，啊，就休息，啊，就需要文化娱乐啊，所以暗头若有雨，还是落雨天，无得去啊，就会聚集做一堆，讲天说皇帝，讲神仙说鬼神，哦，讲你乞笑话，吉我人等等。啊，咱这点的人哦，同款俩，有诶，就咱烧酒啉啉了啊，就唱南曲咯，也搁有诶哦，练拳头咯，特别是行拳头，行拳头见诶忠心坚坚体啊，又搁通自卫，袂通欺负啊，所以真受后生家诶欢迎。啊，真侪好诶，跩拳头赛哦，就应运而生咯。拳头赛呢？有几款的，有的是走江湖，拍滚刷过，挂袂过腰，工人以轮接骨，以防推伤。另外一种是托请去哦，跪起踮只卡关，做拳头师傅去教人练拳头的，纯粹就是教武功，无袂过腰。像真顶尖的武术高手，才敢家己哦开武馆。像咱顶边曾经讲过迄个棒梅河、蔡玉明、高手、林九伦，也有真出名诶，了解师、了解和尚、铁砂掌等等。咱几集讲战士诶，这个先祖，讲战士跩名贤、名相、名人、名宗师，跩都叫非常有影响，名气也真大。啊，唔是啥物，圣人就是官宦，叫大人物了。咱今哪日直接要来介绍另外一个新站的，诶，这个名人，也是因新站的后裔咯。不过这个哦，唔是大官，也、唔是富豪，你实际上也普普通通的十五之人，或者啥物啊，或者詹旭东。这个詹旭东啊，是明朝显化年间智慧系晚年，号做师传，伊是咱泉州镇江湾海赤队人。明朝精通晚年，公元1436年出生。詹旭东因老爸啊，是这个拳头师啊，啊郑水汉哦，就教人家詹旭东。学南萧林的这个武功，学武术跟学武道同款啊，如杂而哦是如何啊？但是你练武功哦，就苦练基本功。啊，老爸个人这个家里哦，真疼哦，所以就唔敢上台哦，严要求该艰苦训练。所以哦，整个以来。这有一句是养志理教的释法，什么意思啊？是将家己的教送去托别人教，啊，家己哦，再教别人的教，啊，你是怎样？那是隔山唔见教好啊！啊，我再教托别人去教咯，我无看见皮肉凹啊！哦，所以无管你去屈骨，啊去踢腿，啊去卡背去托师傅混。困那个目屎大乌粒，哭啊打尿了哩，眼不见心不烦了。詹旭东因老爸大概就是找无理想的好的拳头师傅，所以等那个伊个大汉了后，詹旭东归去，前头老爸哦，送入去泉州南萧林寺，去那边干，做一名俗家的弟子。
陈学冬点泉州少林寺内面的武僧，以教导下面，困乏苦练，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啊！托人称作什么呢？托人称作少林神手。这个称呼那么简单啊！明朝兴化历年，公元1416年，派驻的平湖的这个游击，游击相当什么呢？相当的司级的武官呢。这个游击哦，莫名陈学冬的棍术了不得，所以讲呢，聘请陈学冬哦去平湖去做一官兵的武术教练。明朝中期，何患严重，唯有台湾海峡中的平湖，更是饱受恶劣骚扰。因此，除了警卫军驻守，也阁需要组织民团自卫，方能达到军民联盟的效果。这座宗祠承载一段家族的基业，贯穿中华历史的时空。自开宗严派到衣冠南渡，从闽南古土到登山过台湾，炎黄子孙开枝散叶，生生不息，代代传承。泉州广告隆重推出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名人宗祠系列，来讲南楚族群的乌纳会列兴衰定略，敬请关注。平湖这所在是一个列岛，大大小小块岛石哦也真多，各乡里各海岛，一块农民渔民组织起来哦做自卫队。保卫家己的家园，后生家参加自卫队，都叫一股豪情勇气。但是你孤单如来草无路用啊，是嘛？因为你无受过专门的哦，武术武功的这个正规训练，因此呢，平湖的这个武官这个游击，才会派陈学冬哦去追拽民团的。武术教练传授因的武术，啊，所以来得赞学东学武术的人哦，愈来愈多，做得好啊，大家也热情啊，哼，赞学东就先加棍术，棍术加了，加技术，赞学东将基本功先去，头一步先学卡别式，卡步哦，再在。都是就老手团军呢，咱家有一句叫俗语啊，不树头卡一在，无惊树尾起黄台。以前的天一在，顶先过了呗，顶先停敌，种叫做无败心。双手捏拳头，发力出击，进退一步，攻防兼备。拳头呢有单冠，有双冠。有三角腰，有连环步等等，所以多其是南少林棍术的最基本套路三件。所以说呢，棍头三件起，整头练到死。你将棍头哦学一阶段了后，就兼学过死了。唔过咱们民间农村的哦，有的所在无什么好的设备哦。无法啥物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，但是咱当年因地制宜，将扁担、锄头、鱼鳥在生产生活在研究哦，都去吞脱个练练做练做武器，无论是咧做穑，还是咧食麦，拄着恶口来翻呐，随时随地跩物件杀起来哦，刀甲敌人拼命。不但实用，而且也有效啊！啊，陈学冬呢，加武功，也加武德，以此次遵循恁西藏的先祖忠诚，以这个为训，所以人就诚信，就老实练武哦。啊，相反啊，你要练武哦，就先学做人啊。所以是因祖先哦，高贵品德哦。转落来，你因为你武功练好了后，学拳头哦，啊，才会专心致志，
啊，这是实实在在。接为什么呢？拳头学未起，变作拳头点皮。在这张学堂的精心教导下面，一点的偏右一点，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民团。这男少年的这个武术高手，其中有七个是训练出来最出色的弟子，包括张学堂与本人两共八人。托人称作什么？托人称作八尊吗？啊，张学堂因为点这平遥，时间长啊，所以以前点这个所在安家。在那个二十多年了后，就明朝兴帝二年，公元1489年，张学堂因老爸病危，伊才住家眷，挖倒来接触，包括伊哦，诶，几个这个得意的弟子哦，所给夹来阻隔。张学堂跪在因老爸面头前，目屎哭哭的，是家里不好。因老爸说：“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伫我要去的时阵，有法通见着你的面，我的目睭哦，圆亏了。”张学堂常常哦，都带徒弟柯清流等人去拜访泉州少林寺内面怀师中，那上次了哦，平湖诶，这个武功师甲南少林又在武僧就保持了联系了，来来往往啊，互相交流。对明朝弘治十四年，就是公元1501年，张学堂又搁将平湖过去台湾的贵人，贵人就是基隆了。点不点哦？开办武馆，传授南少林的武术。一去台湾的这个时间呐、啊，比起田成功因老爸田基隆去开发台湾，也过早七八十年。哎呦，你只有郑春龙，练武身体素质好，人正勇。吃到94岁才高兴啊！啊，伊甲夫人两个人哦，一幕平平合众，总伫台湾的基隆山的顶面。伊的子孙远交伫台湾迄搭哦，继续传授南少林的武术。詹氏的名人，包括灵头山詹氏大宗师，也跩高士。咱今啊讲个这条路就全部了了，再见。这期咱们讲的是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历史人物故事，弘一法师，讲述一代高僧弘一法师的传奇一生。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。乡音、乡韵、乡情，南厝戏台。